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，中国分享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最多，为全球溯源研究做出的贡献最大。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，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。一段时间以来，美国执意将溯源问题政治化、武器化、工具化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炒作生物武器论、实验室泄露论等谎言谬论，严重毒化了全球科学溯源的氛围。将溯源问题政治化，只会阻碍全球溯源科学合作，分裂全球团结抗疫的努力，破坏全球卫生治理机制。我们希望世卫组织秘书处秉持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立场，摒弃政治化干扰，到多国，特别是美国进行溯源，努力为全球科学溯源研究发挥积极作用。我们也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政治操弄溯源问题，尽快回应国际社会合理关切，主动同世卫组织分享本国早期疑似病例的数据，公开德特里克堡以及在世界各地设立的生物实验室的情况，给世界人民一个交代。